们今天来到嘉义竹崎一间充满欧式乡村风情的民宿，就是我们身后这间香林维拉。这边呢，邻近有竹崎的清水公园，还有旁边的竹崎车站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呢通往阿里山的小火车。重点是呢，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去追逐小火车，超期待的。那我们去看看吧 ，Go！我现在就在他的客厅，很空间蛮大的。然后阿姨进来就是一些木头的桌椅，然后你看上面很多那种摆饰啊，应该都是老板他们的收藏。真的是有乡村风。哎，他有准备拖鞋啦，自己带想要开房。真的，他这边是环保拖鞋。人家有分几色，蛮贴心。真的，哎，可以帮我拿一双吗？这条好像是比较小嘛。对，是你要入职上的。都被你知道了。我看一下厨房。哎，他厨房很漂亮哎。包栋的客人好像是可以使用的，那我们就去看我们的房间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开箱我们自己的房间。我们这间房间叫薰衣草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名就长得像地中海，然后叫薰衣草。进去哦。哇，好大哎！真的很地中海哎，真的就是那个蓝色、白色。放春一张床，这个床不错。弹性很好，哎，它的厕所没有门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探探测一下？啊，好害羞哦，他就用这个石头堆砌起来。对，好害羞哦，来看一下。这间适合情侣。对，情侣或是亲子。亲子应该也有点害羞吧。它的洞哎，很可爱。哎，对，好可爱哦，而且用心哎。然后它的整个浴室就是有那种马赛克的瓷砖。哇。没水好吗？哎，不错啊，它的空间其实是设计两个人刚刚好，不用绕隧道巡步。对，就是这是优点，就是有点害羞。这视野，好给大家看。对，但是我刚刚问老板说是看不到，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话，它其实有铺一块布让你遮挡一下。但如果拉一条帘子有点可惜，就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色，所以大家比较害羞，就直接跑。你大家就不要拉哈你。我觉得你好像真的来到地中海耶，这个 view 没出国的感觉，真的。左边你有看到那个蓝色的桥，那个吊桥，那边就是很知名的那个竹崎清水公园。它真的离民宿非常近，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安排什么行程，就在这附近竹崎乡一日游就很棒。它还有一个这个露天的休息区，跟人喝茶聊天，聊聊我跟你。我们现在来到香林维拉二楼的亲子房，听说这间房间在暑假期间、寒假期间都非常的热门，下来看一下。一房难求，哇，双人床，对，很温馨的色系，对，它是有点温暖的感觉。最厉害在那哪里？这里不是只有一间而已，它还有买一送一间哦，有这个为童年，还有溜滑梯。哇塞，你确定你的重量可以吗？应该可以，他没有写限重。祝人童心大发。哇，还好吗？我觉得他只有幼稚园等级，可是你玩起来蛮好玩的。你要玩玩看，快点去。太可爱了吧，而且他就是很早，所以速度其实蛮快的。这个人玩起来好可怕，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可怕。小朋友玩疯哎，这边可以办家家酒，我要喝草莓口味的浓汤。这个要喝完哦。好，那我干嘛这样？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小阁楼，小阁楼。对，我小时候很常玩的。是什么？积木。就是它可以组成你想要的形状，盖房子。哦，小朋友，你以后要当什么？无所事事的人。我们现在要去骑脚踏车了，我阿温妮载我。哎呦呦，有点恐怖。等一下你在蛇形吗？等一下，不要骑。哇哇，你看那些评价。哎，真的有点恐怖哎。沿着
啊，后面是夕阳哎，旁边啊，左边，好美哦。到了，我现在有点像是在暧昧的时候，然后男生载着女生出去玩的感觉。说的是暧昧对象，对，你是男的，是这边过去就是一个园区，还有一个吊桥。我们先要来找竹崎的吊桥，过去那个很像很热闹的地方。对，还蛮稳的。是我弄走短路，所以晚上比较美。晚上会有灯。你看这边、啊。想要走浪漫路线，真的就可以来这边。来这边好像就要唱一首哎，我们等一下来唱一首好。要唱台语的。来点播一首。你会什么台语？人家明就唱国语的。国语的，而且还唱流行歌哎，杨丞琳哎，知道吗？超多户外卡拉 OK 的。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点不到新歌，原来我们去找到一台没有什么新歌的机器。对，它其实也很大哎，它有大概我觉得有十几个那种小歌房，所以来可以那个来这边放松一下，因为旁边的也都唱得非常的舒压，你可以尽情的唱，不用怕害羞。对，我们刚刚就是实力爆表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我看你变速都没有办法。泡澡前的预备动作，等一下就要来一个露天泡澡。嗯，前面晚上真的氛围蛮好。对啊，很好。应该要带一个什么喇叭？反正隔壁都在唱卡拉 OK， 我们天然现场的。对 ，OK， 前置作业完成，开始去准备了。现在在享受人生。我们现在在香槟维拉的顶楼，露天。露天浴室，露天浴缸，嗯，好享受。它这边的话有两栋，然后我们这栋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间顶楼的，另外一栋的话也是顶楼有一个更大的浴室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享受这样的氛围的话，记得要预定。嗯，然后另外一栋的话也是一样，不过那个是室内的，这个是户外，就感觉不太一样。唯二的两间就是大浴缸，对，一定要记起来。那我们就继续享受了，干杯！早安，我们昨天在这边睡了一晚，然后觉得这边的床真的超棒，超大，双人加，就是两个人睡在上面翻来翻去都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。嗯，而且很安静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民宿提供给我们的早餐了。天气超好的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从一馆走到二馆的餐厅吃早餐。这边空气也超好的，乡下就是不一样。对，这里早餐的时间呢是8点到9点半，然后可以自己挑你想要什么时间。然后我们是挑8点半，因为听说9点多有一班火车会经过，我们要去等它。对，所以我们就8点半下去。好，进去。这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，进来也是浓浓的乡村风。空间非常的宽敞，那边是饮料自助区，然后早餐的话会有中式或西式，人多就是中式，然后人比较少的话就是以西式的餐点为主。除了外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小房间，可以坐12个人左右。好多吐司哦！好，那我们来烤吐司。可以做双拼，好，你可以做4个口味，我给大家做一个4个口味，给那个最晚起来的吃。哦，怎么这么最晚起来还有这么好待遇？因为不知道好不好吃啊。完成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满满一桌，丰盛哎，其实它有生菜、面包，然后淀粉跟蛋白质，就是阿芳对我的抹的爱心，我的创意吐司，然后它就是有巧克力、花生、奶油跟草莓。然后我们刚好自己去装了那个，后面有提供咖啡机就可以装咖啡，还有一个很丰盛的沙拉盘，
沙拉碗，沙拉碗。嗯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西式的早餐盘，就是提供一盘，然后其他吐司你就可以自取，然后还有咖啡。不过人多，他们才会提供中式的吧台。其实摆这盘里面有蛋，然后因为我们不吃蛋，老板就帮我们做一个调整，所以就克制，好像就变成蔬菜，是不是？对，变成蔬菜。嗯，对你还蛮贴心。还好放蓝莓，我有洗手。那酸拼好吃吗？酸拼，酸拼，酸吗？地瓜真的很棒，很甜吗？嗯，地瓜吗？很地瓜。我们现在吃完早餐了，然后刚刚我们错过了9:13，然后跟9:43的火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一边散步晒太阳，然后等下一10:13的小火车，大家就是一起拍个照。对，民宿他会公布那个时刻表，或者是上网看，可以在二馆里面餐，就是吃早餐那个地方，我把它拍起来，去等火车喽。今天的山看起来非常的清楚，然后还可以远眺到那个太平云梯。现在走去那个竹崎车站，这边真的很不错哎。车站上面有一个火车从这边来，对啊，然后就这样拍过去啊。我们这次来嘉义竹崎这间香林维拉民宿啊，环境真的非常的棒。那也推荐大家可以顺游周边的景点，像是竹崎清水公园，还有竹崎火车站，可以骑着民宿提供的自行车在这边漫游，然后甚至可以追着小火车的感觉，真的非常过瘾。那推荐喜欢城市漫游的朋友们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们是 Woman Worker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